法师各位师兄阿弥陀佛。我们上礼拜啊，上上礼拜跟大家有研习了观音菩萨的愿力、普贤菩萨的愿力，那么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我们如果要追随佛菩萨的脚步，就是要像观音菩萨、跟诸佛一样，那么服务所有一切的众生，直到众生成佛为止。我们世俗上常讲，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如果我们自己服务自己，那么势必在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没有修慈悲心而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那么自我就会产生别人之间的差别，一切都是为自己，不管外表怎么样装饰，那么内在都是为了自己的目的，所以这个是一人服务。那么心量大一点的，他的服务是服务一家人。那么家的定义有很多，那么有的人就有人家的。那么家的定义就是自己的家，不太顾长辈的，不太顾兄弟姐妹。那么有的人的家范围就大一点，会顾到长辈，顾到兄弟姐妹。那么有的人服务为目的，是顾自己的公司，在公司里面非常的尽责，那么希望能够做得很成功，这种人多半是老板，希望自己的企业、自己的机构能够扩展，那他也能够做一个好的企业主或者一个机构主，也就是为了自己的机构在服务打拼。那么这个机构就可能会更奉献自己的经验，在整个同业服务整个业界。如果在公家机构任职，作为一个主管，就会服务自己主管范围的内部外部的客户。那么如果心量在广大，希望世界和平。很多得诺贝尔奖的人，为了世界的和平，为了苍生的和平，在努力。这个心量就很大。那么现在，我们还没有面临整个地球人类之外的挑战，对目前的诺贝尔和平奖，可能是落在为人类的和平而努力这样的人士。那么有一天，当挑战来自于其他的星球的时候，那么这个和平就会更广大。以修行来讲，是服务整个六道群轮，对观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他服务的不只只有人间的人，这个人类，还有更广大的无形的众生。那么人间的人类所要服务的方式，大部分都是用人间弘法的方式，把佛的知见跟佛的法在人世间弘出去，那么让大家能够脱离六道的轮回，乃至于有一些结魔法，能够来服务一切的友情。所以多半是用这样的方法。
但是整个司法界来说，你要服务就不只是世间的这样的佛法，在密宗有五部大法，所要服务的对象遍及整个法界。那么有人不清楚什么叫做法界，我们佛门讲心就是法界，但是这个心的法界有多宽广，就看一个人的愿力跟一个人的心量。这里面心量包括空间跟时间，也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量粉碎虚空，那比虚空还要更广大。我们的心量能够度尽众生，那这个时间来讲更是不可言说。所有的空间，所有的时间，这个法界才是真的法界。当然有更微妙更不同的角度。那么当心无所住的时候，这个空间时间才能够展开来。我们一般人以时间来讲，那么小时候所在意的就是自己所喜爱的，可能是一个物品，可能是一个宠物。到了小学生，他会有自己的兴趣，会有自己的朋友，这个时候就重视朋友，重视自己的嗜好或者偶像。再到大学生，他所重视的是自己的未来。那么自己离开学校以后，怎么样成家立业，所在意的是这个。那么结了婚，生了子以后，所在意的怎么样安居乐业。那么到了安居乐业以后，是怎么样的在自己的晚年生活能够健康无病，不要拖累子女。人的一生所在意的是这些。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学佛的人，要用无我的空性跟慈悲，在人世间对待不同阶段的人生，要知道他们的重点在哪里。小孩子给他们他们想要的玩具糖果，那么小学给他们友情，给他们爱，到了大学给他们未来有一个希望，能够成家立业。到了成了家，要让他们安居乐业。到了老年，要有所养，有所终。我们作为一个佛教的弟子，要明白每个阶段，我要给他们的不一样。那么菩萨也会给我们什么呢？给我们破我们的执着。除了刚刚讲的这些过程，先以立钩，还要叫我们看清楚人生的真相。你越在意的夫妻的恩爱，就让爱别离来考你；你越在意的怨憎会，就让冤亲债主
整天陪着你，你越向心外求的，就让你求不得。那么这样子，刚开始痛苦万分，乃至于有时候身心的煎熬，会觉得生不如死。那为什么修行会有这么多的考验呢？就是要我们看清楚八苦八难，然后我们体悟了一点世间上所讲的自己是最大的敌人，也就是反求诸己。当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理的时候，就会明白原来一切要靠自己，就连观音菩萨也要念佛，也要拿着念珠。因为反求诸己本来就是佛门的功课，自己要改变自己本来就是佛门的功课。不管是闻思、修、信愿、行，这个修行两个字本来就是要去做的事。如果不改变自己的想法，那么不改变自己的做法，那就不算修行了，只能算一个与世臣服的一般。他没有正确的知见，只有在欲界里面的刚刚讲的服务自己、服务家人、服务公司、服务社会，乃至于你发了愿服务整个人类的和平，那就是得到一个和平奖。虽然自己有服务的热忱，但没有修自己，不知道原来要经过十八铜人阵才能够破茧而出。所以我们古圣先贤讲得很白，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又讲助人为快乐之本。一个人要快乐，就是为他人着想。如果我们有同理心、包容心，我们才会快乐。如果坚持自己的看法、自己的定位，那只会导致痛苦。在公立的社会里面，工商社会，父母亲努力的工作，养家活口，那么也照顾这个家里。那么因为科技的发展，现在的小孩所在意的就是追逐这些科技的东西。他真的成长的过程，能得到父母关爱的已经不多了。那么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有时候就没有为对方想，在方法上不够周全理性，
那么人失去了这些，人跟人之间彼此的包容，更欣赏对方的优点，就很难相处。不愿意改变自己，也很难相处。又不知道说，我们服务的对象，如果我们能够服务10000个人，我们就要更大的服务。我们做一件事情，两害取其轻。那么两益呢？要取其重。今天为了公司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但是为了最大多数人公司的利益，就要舍弃个人的立场。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开会或者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精神，大家投票，但是主轴是为了更大更深远的利益，就应该放下自己少数以及没有想到这么周全的看法。那么这个就会是一个很健全的一个制度。如果只是坚持自己的立场角度，那么所有的制度根本没有用，因为达不到目的，也不罢休，用这样的方式处理事情。就会产生分化或和合的现象。所以在佛门很重视和。佛教的慈悲不是只有用在理论上。当时释迦国因为过去的业因，到要承受果报的时候，佛陀也去挡，挡了两次，不让释迦国被灭，乃至于阿罗汉也出手，希望能扭转。这个释迦国的遭遇的悲剧，所以我们修行还是解脱以外，还要有入世的慈悲、关怀这些世间事、国家的事、社会的事，我们也要关怀。不是说什么都不管。那么你有办法，就要尽一份力气。有时候防止天灾地变，比如说地震了，那么可以修护国息灾法，在密法过去的密宗的金刚上师修了大白伞盖法，来避免一些战争。那么地震
可以修地震的法门，有大白伞盖法，有地神法，乃至于地藏菩萨的法都可以。我们在禅修也希望借由禅修的力量化解所有人世间可能发生的种种的违缘灾难，也净化一切苍生的共业。这个就是服务，就是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但是服务的对象是一切的六道有情，而不是只想到自己。因为想到自己一定不会快乐，助人才会快乐。那么助人也是佛教的诸善奉行，所以我们在了解这个因缘里面，一切为心造，一切的苦及苦因，我们都要去转，不能只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今天什么样的社会人士，什么样的年龄层，他们在意的是什么，我们要清楚。今天男生在意的是兵役的问题，所以当军中的弊病的时候，会有很多男生在意这个问题。那么一个情窦初开的女生特别喜欢偶像，这是他的一个阶段的生理跟心理的变化所导演的问题，过了就不一样了。那么到了一个阶段，他重视的又是不同的重点，所以今天许多企业界，他也锁定一个年龄层或一个社会阶层来做产品的销售开发。乃至于佛法也会有这些方便权巧来弘扬。那么每一个方法只要是服务，那就 OK。 但是如果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刚刚所讲的，为了自己个人或者眷属，也就是小我一个小圈圈，我们是一家人，其他都不是我们一家人，或者是自己的机构，这些一个还有我的出发点，都还是会有一个没有办法解脱的因在里面。当有自己的欲望目的的时候，不管你的定位
还有一个大我、中我、小我，还有我，那就没有办法脱离。所以今天在欲界天，有许多行善的过去的犯行者，会因为他的善德，那么玉帝会给他封神，会给他一个神位神职，但并没有解脱，还是在欲界天里面。因为他并没有破掉这个我，所以我们除了修自己、改变自己、改善自己，也要知道随缘两个字。我们佛门讲随缘度众，即使你很努力的在做一件事，还是要心无所住的随缘。要用理性，那么随缘尽分，随缘度众。这个缘我们讲过，顺其自然。这个自然就是告诉大家，不是用脑袋想出来的，我们都有呼吸，都有自信的心，我们的心跟气能够调到柔顺自然，这个能量在我们身体里面是柔顺而自然。那么我们所做自然就会柔顺。如果我们的心念意念纷飞，烦恼无明一大堆，不知道怎么下手，其实就可以从自己的呼吸，从自己的心跟气，也就是我们讲的习，上下功夫，你把它调到柔顺自然，深长缓息，让自己的呼吸这样的做，你自然所行就会圆满而自然。你的意念放在丹田，放在心都可以，但是这个心不能是凡夫心，这个心就是我们讲的觉悟的心、开悟的心。这个悟就叫做无心，这个觉醒着的时候叫觉，睡觉的时候就叫做觉。同样一个字，用法不一样。我们修无心是要觉悟，不是要睡觉。睡觉就是眼睛闭起来，看不到自性。这个眼不是肉眼，是自性的正法眼。
许多人认为看得到灵界叫做神通，从来不知道，到法眼慧眼那样的正法眼所看的，不是一般的那样的视觉上的看，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人在这个欲界，就会有看到很多欲界的现象，追求的名利权威，被七情六欲所转。那么自己要跟人家一较高下，爱面子，爱自尊，在我上面下功夫，让我得到满足。这个不是反求诸己，这个是希望所有一切的境来满足自我。那么很努力的去改变这些境，以达到刚刚所讲的诸种欲望，这些即使你做了很多善事，得到好的名声，也还在欲界，终究最后还是要造业报，可能还要到善恶道，因为心里面有歪曲心，有用心机，有规划，最后果报会回到自己身上。所以《大宝积经》里面讲，无所住而利益众生，有得到二十种利益。有自己的目的，不管你服务的是什么机构、个人、家庭，是没有这些利益的。所以我们明白，我们要关心我们周围的家庭、家人、社会、国家，但不是为了自己。如果自己想找一个好的条件环境，为了方便自己修行，而不是为了众生修行，那的果是不一样的。今天梁武帝供养三宝，造了很多的佛寺，供养了许多的出家僧，他是为了自己，毫无功德可言。还轻慢了达摩祖师，不但没有功德，还种下的不好的业因。当然，祖师不会跟他一般见识，为了避免他在造恶，就先让自己
低调的闭关，随顺这个因缘，不会强求什么舞台，不会。那达摩祖师出来的汉地，出家僧也希望渴望闻法。那么祖师为了破大家的法执，不说一个字，人家又回谤他没有法。等到达摩祖师讲法，又用自己的所知障，认为讲的法没什么。所以我们在前一段日子讲了阿里峡尊者跟六祖慧能的法，平淡无奇，却句句都是佛性的流露。佛性在大小法里面都有，乃至于无为法里面也有，所共通的就是佛性。那么你说五毒转成五佛智，它有没有佛性？当然有，只是要转。就像烦恼要转成菩提，就像以妄要转成真，妄跟真，菩提跟烦恼，五毒跟五佛智，是我们的文字上的分别。就跟佛跟众生在理上面，它都是佛性，但是展现出来的是不一样的两边。所以我们要知道，左手右手都是手，烦恼跟菩提不是左边跟右边啊，它的本然是不二的。所以魔也不要认为魔一定是魔啊，魔也是佛啊，没有差别啊。如果你学佛没有跨越自己的五魔君，你佛大魔大，考验大过不去，一样是卡在那里啊。乃至于如果一念嗔，百万障门开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要理性，那么上个礼拜也讲过，色界跟无色界是没有嗔的。如果你还有这个念头，那这个七情六欲至圣，是没有办法突破。这个欲界的关卡，我们可以现愤怒相，但内心是为了慈悯众生，
不是真的那个仇恨放不下，不是这个。我们可以做狮子吼，可以呵斥，这个可以啊，可以责罚，可以啊。但没有隔夜仇，很多事情当下就放下。隔夜并不是说一定要到隔天，不是这个意思。是提起的时候提起，把事情做完了就放下。隔夜的意思就是有跟空中间那一条线，你什么时候放下，什么时候隔夜。所以啊，我们在修行的过程，有时候从静里面去反闻自性。那么这个年代，我们的周围社会乃至于国家都有许多的事情让我们去观察。那么这些年来，世界的经济，某些消费财资本财跟过去的需求几乎都饱和，只能创造新的需求。那么基本的部分大概该有的人差不多有，那么经济也有些停顿。那么人在内心的某一块就开始不安，开始浮躁。那么一些国家会产生这种现象。那人类要面临的问题，还有包括粮食资源的问题，包括人口分配的问题，包括生育率的问题，包括其他宇宙磁场的问题，跟整个人心所产生变化的这些文化的冲击改变的问题。那么刚刚讲的，如果不改变脑袋，那么这个身心所感召的跟所创造的世界就会一直到现在这个现况一直恶化下去。那么我们也是随缘，尽量的能够改变多少算多少。作为一个佛教徒，用的方法不一定是用我们的色身去做某样的事情，因为我们有佛法，所以在许多时候，很多道场会举行法会，为的都是利益众生。例如说，像现在清明节，许多地方会举行清明祭祖的法会，我们顺宗归远也要感恩报恩我们的祖先，用佛法来利益他们。那么实际上也回过来利益到我们。那么这些也是等于在教育下一代，让他们知道我们饮水要思源。其实每一个个人背后都有一个家庭，
么没有一个人不是从父母生出来的。我们也得珍惜别人的孩子。乃至于别人的父母，今天佛陀也是因为这样才出家的。有时候我们学的很多，却把根本的忘了。刚学的时候，佛在心中；在学的时候，佛在眼前；学的更久了，佛在天边。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说，找回出发心。佛的出发心就是刚刚那一句话，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在访问自心。那么以观世音菩萨的六字大明咒，再来唤醒我们自己跟所有一切众生本来的佛性。那么让六字大明咒的无量无边的功德，那么净化我们每一个苍生的心，让所有我们的迷、我们的执着能够转为菩提。
在六支大明咒咒音中安住观世音菩萨的净土，自己的周围有自己的亲眷、冤亲债主、历代祖先、一些有情众生，悉环绕在观音菩萨的咒音光明之中，所有的黑夜化为清净，所有的恩怨情仇都能够化解，一些声音、一些响，都化为观音菩萨的咒音，所有的念头都是观音的悲智双运，所有的众生皆化为观世音，心中升起了本来的大慈悲，也发愿要往生净土，解脱六道，安住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的清净佛刹土。再慢慢的按照所定的方法，慢慢将光明的能量、吉祥的锐气，慢慢的由毛细孔慢慢收入自己的身心，再慢慢呼出一口气，慢慢注定，我们希望所有的六道有情
都跟观音菩萨、诸佛菩萨一样，发起了诸圣的菩萨的悲愿，并且能够一心向往诸佛的净土，特别是观音菩萨、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净土，也能够待业心一直皈依西方三圣，只等佛净土。希望当下的娑婆也可以化为净土，让新的净土化现娑婆，也成为极乐净土。就像弥勒佛未来的净土一般，再做个别的回向，有个别的愿望在向诸佛菩萨来许愿，祝大家都三愿成，希望一切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大家心都能够向善向上，提升我们自信的心灵，人性的光明面。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跟大家阐述到这里。阿弥陀佛。